2016年受伤，到卫冕堂，今年52岁。我和我其他的三位截瘫残疾人在2018年合作承办了这儿的一个美食城残疾楼，我们叫残而不废，发挥我们的残疾人一点余热，不给家庭做累赘，不给社会添麻烦。我叫佘佳宇，今年33岁。2013年因为一场意外受伤，然后2008年我们和另外三个残友一起创立了这个美食城，大概投资了170万左右，然后开始吧，半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亏损状态。通过社会各界的这个人士的帮助，还有市残联陈主席的那个传授一些经验，然后我们一直做经济实惠的那种快餐，然后才慢慢的有所好转。现在餐厅这个运营的呢，比较不错，效益都还好，每一个养活我们自己的家庭呢，还是绰绰有余。我们现有餐厅职工是32人，其中有残疾家属8位，还有都是健全人在这儿上班，也给那个社会上啊提供了这个就业平台。然后我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娶了老婆，有了小孩。第二，通过这个创业的收入，也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。